立冬就是人讲的进步好时机，即届拿来乡的进香局嘛，甲云林县中药东药工会合作，将要伫十一月七号立冬时举办庙埕播灯看热闹、乡亲做伙爱健康的活动，除了邀请大家做伙来看表演、享受药炖排骨，现场更够准备300份的中药包，要来送予大家。尤其红高中老师锻炼的学生出来煮出一点美味又够好食药炖排骨，并大家来分享煮食的撇步，结果乡亲大家是拢比赞。真好食，油味阁真重，嘿，赞！伊个气味有影赞，油头味足香个，安尼搞煮。药炖排骨吼，最主要就是药材要新鲜，所以一定要找合格的中药商。然后炖煮起来的话吼，不用加什么糖，然后就排骨刚刚有讲过，穿烫一下，药材下去很方便。炖这个排骨的话，基本上不能以大火，一定要它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转小火慢炖，它肉才会软烂这样子，它之后吃的时候才会骨肉分离，不会到很干柴这样子。一般要炖满多久？大概至少要2到3个小时以后，吼吃会比较入味。每当节到日冬的时阵，就是民众进步的好时机。即摆拿来向进香宫，也将伫十一月初七办理进步活动，现场多了精彩表演演出。其实准备300斤的药炖排骨，予大家来享用，同时提供300份的中药包，予民众会当家己来煮食。哎，非常感谢着咱吼，咱中香工会吼，啊来赞助咱这撮活动吼，啊尤其是包括咱乌头进香宫吼，所以直接要。邀请咱所有诶好朋友吼，伫咱即礼拜六早时9:30，早时9:30，大家吼烧酒来吼底下讲，请补当，补当补健康吼，啊，前300名，阮阁会送10包药用排骨药包吼，哎，给你。虽然伫关天进步是保持身体健康一个重要的方式，不过云林县中药东业工会也来提醒民众，千万唔通乌白买来路不明的中药。一个冬天若要会安尼会用过吼，就是补冬这个动作一定爱做。啊，要咱要去买中药材吼，即卖的这个边境的检查足严的啊。咱的中药店内面的中药材吼，几乎啊吼，拢总是检查过足侪遍的，啊，所以真安全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要去买的时，爱去合法的中药店吼，合法的中药店才有对咱才有保障啦吼。伫咧寒天，民众若是想要来进补，也一定爱来到中药行采买，才当食得安心，并且有保障。同时，邀请大家伫咧十一月初七立冬的时阵，做那个拿来乡进香宫，享受好食药炖排骨，并做回到老街，记者江怡昌报道。